你贿赂法官，你诬陷我坐大牢啊！我掐死你！陈海，我意已决，你就成全我吧。来，老哥。哟，小杰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想不想出气啊？什么气啊？谢谢。说啊。哦，那个。惹你生气的那个人呀，我想了三个办法让你出气。三个办法啊？啊，好，你说。那个，第一个，你把他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我拿麻袋套上他，狠狠地揍他一顿。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万一把人打伤了怎么办？那我打轻点呗。轻点，不疼不痒，不出气。哦，那没事。还有第二个办法，就是你又把他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堵墙，我提前在墙上等好了，准备好一大桶墨汁，等他来了，我就把这大桶墨汁扣在他头上，让他变成一个大黑蛋，好不好？去哪找这样的地方呀？一时半会儿好像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好地方啊。万一有人来呢，也不好弄啊。是啊，那没事儿，我还有第三个办法。就是你再一次把他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停！为什么总是我引呢？我引的，他没上钩，反而我掉到沟里了。我来。啊，委屈你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这第三个办法绝对好。我准备好两挂鞭炮，围成一个圈，然后把他们埋在土里，上面再撒上树叶。你只要把他引到那个圈里，我就在不远处点燃一切，然后噼里啪啦一阵狂响。这个主意好，好吧。万一把人炸伤了怎么办？不会炸伤，只会把他吓个半死。就有这个主意了，就这个主意。哟，大哥，还没睡啊？
来，给我抽口。嗯，你要抽啊？嗯，我告诉你，这劲儿可大呀，别把你顶迷糊了。给给给，算了，不抽了吧。不抽心思都不够啊，再抽迷糊了。咋的了这是？我说老师啊，嗯，你这一个人过日子不孤单呀？我咋一个人了？有相好的了？早就有了。谁呀？你也没带来让我看看呀？那还带啥呀？你自个儿找个镜子照照不就知道了？那我是你相好的呀？嗯呐。这，管着我吃，管着我喝，还管着跟我唠嗑，那不是相好是啥呀？别闹了啊！我说，嗯，要不要我给你琢磨琢磨呀？你给我琢磨，你还是自个儿趁早琢磨琢磨你自己吧。我不用琢磨，一锅里就这几味药，熬好了就喝啊。煎糊了，倒了冲煎，只要是药方不改，药不换，早晚我能煎好药，我能治好病。你别说，这句话还挺有嚼头。老师，嗯。眼看着我也是快60岁的人了，嗯，你说我是不是该歇歇了？大哥呀，哎，这人活一辈子呀，就图个自己活着顺心、痛快、高兴，嗯，是吧？你别把自个儿整太累了。我倒是想歇歇了，啊，托付给谁呀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你自个儿心里都清楚，哎，嗯，那几个人啊，你给我挨个摆摆，都挺好的。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一套，你就不能汤是汤水是水啊？你让我清凉清凉。嗯，好好好，我让你清凉清凉。你说这几个孩子呢？小普，嗯，是你亲女婿，这论关系跟你最近。那就小普呗。这东西不看远近，不看远近，那论医术，这几个孩子里边，小普是最好的。那还是小普啊。啥时候，师傅？哎，师傅，你们在这儿聊着呢。外边风凉。你俩干啥去？方便一下。哎，真是同门师兄弟啊！快去吧，别憋着。接着说啊，嗯，你说，这东西啊，不能全看医术。那看啥呀？医德医术，当然是德行摆在前面。德行？论德行，这几个孩子也不错呀。是吗？你是吗？啥呀？你那眼睛里藏着刀子，死猫烂狗能在你身边晃荡啊？就怕刀子钝了。嗯嗯。切不动皮肉，看不清骨头了。买香水去啊？是你啊？你一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小女人，你不觉得愧疚？让我们男人吗？哎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有点愧疚。可那香水只有一瓶。要是再多出一瓶的话，我肯定就不跟你抢。废话，要是再多一瓶啊，也用不着跟我抢。可话说回来啊，薄荷味的香水它适合你，也适合我。可茉莉味的香水它只适合你。你又喜欢茉莉味的，所以你不吃亏。反正你骗了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那你想怎么算？请我吃饭。怎么着啊？你是没钱啊，还是想抵赖？去哪儿吃？肯定不去大饭店，我保证。那也得说清楚去哪儿吃。小吃，吃小吃，走吃。行行行，我请。跟我来。快点。小姐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马上，马上就到了。都好几个马上了。
你要是不问的话，一个马上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跟你说。哦，那走吧。啊，哦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哎，你要是难受的话，咱们今天就不吃了。我就去岔气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嗯，你扶我一下呀。啊。你告诉我你是怎么个疼法啊？哎呀，跟你说也没用。怎么没用了？我是大夫。我就是疼，我好疼，我酸，我拧着疼，我哎呦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放开我！放，听我说，听话行吗？放开我！你不能跑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都是大少，我们得好好给您过过。您有什么想法尽管说，我们照办就是。啊，这个你得问你妈呀。啊，我听你妈的。妈，我爸说都听您的，那您定。我哪管得了你爸呀，你爸说什么是什么。爸，那您说。啊，我全听你妈的。您瞧您俩。这大喜的事儿还推来推去的，哪儿推来推去的了？我都听你妈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每个人都出个方案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商定。这个好，好，好，姐夫你说的好，我先来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爸爸是大寿，我们要隆重着办。大寿桃不能少，大寿字不能少，千响的大挂鞭。不能少，还要再做一套富富太太的喜庆衣裳。这话好。哎，这大寿光有菜不行啊，这还得有好酒啊。爸，把您珍藏多年的好酒请出来吧。哎，夫人，你跟不对呀，小仆啊。啊？这我有好酒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这是什么鼻子呀？闻出来的呗。啊，哎呀，就算是我有好酒，我拿出来了啊，可是你也喝不到啊。那是，我当然是不能喝了，但我能看着您喝呀。哎，那你不馋得慌？我要馋的话，我就闻闻味儿呗。算了吧，有好酒我还自己留着呢，我回屋自己喝去。那大家还有什么建议都说说吧。妈，差不多了吧？还差不多了呢，最重要的事你们都忘了。啊？什么呀？你爸爱听戏，得请个戏班子。对对对，爸，你喜欢听谁唱戏啊？坐得累得慌，我躺会儿去。哎，爸，都还没商量完呢，您不能走。你们商量着吧。
哎，你妈呢？啊，那咱们接着商量。不用商量了。小姨去找外公，听话啊！小普，你出去找我，完事儿我来。啊，好，小心啊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来来来，过来。寿司要出事，还要摆正啊。不要紧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寿桃。你就给我放在这个老鼠那个桌上啊！好嘞，哎，一定要拿好了啊！哎，拿好了，当心啊，当心！来，上菜啊，上菜了，来，哎，稳稳啊！好嘞，好，去吧，过来。前面好了，然后后面那个菜赶紧上啊！啊，然后我去给你们。哦，行，好嘞，马上就能好。哎，得，哎，你先给我过来一下啊！来，去吧。快，怎么样了？来，小伙，前边差不多了，就等菜齐了。哪差不多了？椅子还都没摆呢。快把椅子摆齐了！快都把椅子给摆齐了。准备开始。去哪儿了？叫他来听戏。这可是小普这孩子费劲巴力给你煎的药，喝了吧。你说你嫂子她去哪儿了呢？她没回老家，那就是怕我寻她去。
他是有意的要躲着我，他是彻底死了心了。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嫂子是个破事儿，她在外边不会吃亏的。我寻思着，他呀，也就是这口气还没顺下来，你让他出去溜达溜达，等心里边宽敞了、亮堂了，哎，没准转俩磨磨就回来了。在你身边的时候啊，是个人儿；等真走了，就成了个影儿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影儿就在这屋里头啊，这晃来晃去的。跟那儿炒菜，嗯，跟那儿缝衣裳，跟着跟我吵，满嘴蹦豆子，我说一个字我也蹦不出来啊。等我能蹦出话来了，他又没影了。老师，哎，我难过呀，我心疼。别这样，我想跟他说说话。金慧主持，我想出家，您就收下我吧。请问施主，您为何要出家？我已经无牵无挂了。你的心受伤了，还能记住伤痛呀？皆因六根未尽，尘缘未了。可我的心已经死了。心死了，还如何学道？如何修心呢？施主呀，不要执念太深，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，一念放下便会自在于心间。你还是请回吧。看您的脸色，康复得不错呀。可您看上去怎么瘦了好多？手点好啊，轻快。我听说嫂子死了。别着急啊，等我再给你开个方子，再好好补补元气。我哪个一定都是我不好。这事儿与你无关。是不是我让嫂子误会了，伤了她的心？我说你别胡说了，我给你诊病是尽我的本分，我就是换了旁人也会这么做的。那嫂子为什么走了？看不上我，不想跟我过了呗。王大哥，袁老板，你千万别多虑，我跟你嫂子的事儿呢，我心里很清楚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照顾好她。药方在里面，照方抓药，按时服药，对你有好处。谢谢王大哥。我能做的也就是这点事儿了，不用谢。以后生活上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，可别客气。
我一个老人家啊，孤孤单单的能有什么难处啊？我打算歇着了，诊所呢，交给他们年轻人去打理吧。如此也好。叶老板，我有些累了，我得回屋睡会儿去。小婉，你好，多谢你来看望我。我呀，老了，也无趣了，只想啊，清清静静的走完余生啊。请你不要担心我，不要惦念我，也不要再来了。我想立个遗嘱了。不，你刚过完六十大寿就立遗嘱，你是不是早了点儿啊？我们老家那儿有这规矩。啥规矩啊？我两个女儿都长大了，小柔呢是结婚生子了，小杰要说找个婆家不难。嗯，两个女儿不用我担心了，只是谁接我的班，谁扛我的旗，这个我还没考虑好，你帮我定夺定夺。这还真是老翁家的大事儿。那你说说，你让我也琢磨琢磨。我一猜你就是这道话。那是我得琢磨琢磨呀。好，那我就说说。嗯，我这五个徒弟啊，来了呢憨厚老实，啊，只是胆子太小。全的人品不错，但是资质有限。斧子胆大鲁莽，但不堪重任。小铜锣是女的就不考虑了。那那是那是。最后呢，就剩下这个高小普了。他聪明伶俐，也肯下苦功夫，这几年在医术上长进非常大。只是来路不明啊。这孩子身上总是透着那么一股江湖气。我是怕他日后走了歪门邪道了。大哥，听你说了半天，那我觉着那还是来了小普他们两个人合适点呗。要从眼下看呢，也只能从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了。哎，大哥，嗯，我看呢，这也倒不着急。这万一小杰要找一个让你称心如意的人呢？怎么这个我没想到呢？是啊，幸亏你提醒了我了。所以说不着急吗？凑量了。走了。走。师傅，别惹我来了。
爸，人齐了，开饭吧。嗯，开，开饭。这谁给我盛的饭？小杰盛的，盛多了吗，爸？咱爸那碗是姐夫盛的，谁盛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吃吧。小婆，嗯，爸，我这碗饭你给我盛的，是吧？我当时也没看谁是谁的碗。你说，你给我盛这么多饭干什么呀？我哪吃得了啊？来，分你点。哎，爸，您先吃着，您吃剩下我再吃。哪有吃剩饭的呀？哟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爸，播这么多呢。年轻力壮啊，又累一天了，得多吃点。没事，我盛少了，你拨给我。啊，这饭哪有拨来拨去的呀？不合规矩。爸，这拨饭还讲规矩啊？啊，规矩多了。嗯，那吃吧，吃了再说。嗯。小果儿。嗯，爸。光吃菜不咸呀？嗯，不咸，挺淡的。嗯，多少怎么也得吃点饭。爸，你管姐夫吃什么呢？人家爱吃什么吃什么呗。我管什么了我？我不是怕他闲着吗？我姐夫多大人了，还不知道闲淡啊？小杰，你也别说了，赶紧吃吧，咱们大碗里的饭一口都没动呢。行了行了，我不管了不管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，您就先随便吃随便吃啊。嗯，妙如还是有点咸。进来。爸，给您添点热水。行了，爸，我先回屋了，您也别睡太晚啊。小波啊，啊，陪我待会儿。好，嗯。你先喝点水吧。啊，没事，爸，不渴。哎呦，我来，我来，我自己打。不渴就润润嗓子。这水太烫了，都烫手。先放这晾晾，晾凉了我再喝。嗯，这就不热了，喝吧，喝吧。爸，我真不渴。不渴也喝点。爸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天看了几个病啊？今儿看了五个。嗯，还不错。嗯，没有为难的吧？没有，都是小病。嗯，喝水啊。哎，我说小普啊。啊。哎呀，眼瞅着呢，我这一天天就老了。嘿嘿。这家里的事儿啊，啊，你呢，也该多担待担待了。爸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您刚60岁，怎么也得活到100岁吧？嘿嘿，我要能活成100，那不成精了？那你们还有锄头之日啊？什么锄头不锄头的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有您在，不光是我们的福气，我们这心里啊也更有底。这话听着热乎人。喝水。啊。爸，嗯，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大事，啊，随便聊聊天嘛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回屋吧，忙你的去吧。啊，哎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拿着杯子去哪儿啊？
哦，这杯子里还剩点水，我就给他倒了。嗯，别倒，留着给我喝。哦，好，那我把水给您放这儿了。嗯，把您早点歇着啊，我先回屋了。嗯嗯。药煎好了吗？哦，快了。自打咱妈走后，咱爸这身子时好时坏的，急死人了。咱爸没大事，都是小病。这小病多了就是大病啊，可得小心。我这不错时的盯着呢，放心吧啊。嗯，那我先回屋了。药煎好后，你给咱爸端去。啊。爸，嗯，药煎好了，赶紧趁热喝了吧。嗯，放床边，我一会儿喝啊。不急，等您把药喝完了，我正好就把碗刷了。啊，药太热了。热呀。啊，跟那儿晾着呢，我一会儿喝。哎，我帮您晾。哎，好了，现在喝正好。哎呀，我愿意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。行不行啊？啊，不是爸，放那儿，这药凉了就没法喝了。哎呀，我就愿意喝凉的，好吧？你别管我行不行，我去忙去吧。行，哎，那我把药放这儿了。嗯，您一定要趁热喝啊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爸，您请了。嗯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哎呦，挺好的。身体感觉好些了吗？啊，嗯，好多了。那就是那药管用了。您等着，我再去给您煎去啊。嗯嗯嗯。啊？别煎了。为什么呀？病好了还煎什么呀？可您这病还没好利索呢。啊？您看，您这药刚吃了不到三天，这病哪能好利索呀？我都给您记着呢。怎么还没好利索啊？对呀。哎，小伙儿。哎。我怎么没看见你妈呀？我妈？啊。我妈走了呀。走了？走了。什么时候走的呀？早就走了呀。刚我还看见了。刚，您在哪儿看见他的？哦，走了。走了。嗯，走了。爸，咱爸糊涂了。去看。哎哎哎！
咱爸要是不糊涂，那能忘了马总的事吗？那前两天都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糊涂了呢？这病这个东西谁说得准呢？是不是因为咱爸走，咱爸受刺激了？有这个可能。你说发热头疼的这还好治，这糊涂了怎么治啊？这可是怎么办呀？哎，行了行了啊，先别急，咱们再观察观察。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只能把赵敏堂赵大夫请过来，他治这种病最拿手。陈海，伸手，把脉啊，来，伸手。你是谁呀？哎，我你都不认识了，仔细看看，好像面熟。再猜，乔大川，狂症。你乔大川啊？你才乔大川呢，狂犬病。谁得狂犬病了？朱砂，嗯啊，哎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想起来了吧？你贿赂法官，你诬陷我坐大牢啊！我掐死你！哎呀，爸，息怒啊！好，大家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赶出去！爸，他是赵敏堂赵大夫呀！啊，他是赵敏堂赵大夫呀！赵敏堂，敏堂，我是赵敏堂。不对啊，赵敏堂怎么长得跟头小山羊一样啊？哎，你才小山羊呢！我赵敏堂，哎，敏堂，哎，敏堂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来给你看病，哎，来伸手，哎，把脉，你看你病得不轻，哎，我好好的啊，我哪有病啊？啊啊！爸，我好好的，哎，爸。我有病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病没病啊！咱们好好的，我哪有病？好嘞好嘞，咱们歇会儿啊。吻过花落最后一片晚霞，再沉浸思念会有多漫长？听。心只为你痴狂，才念念不忘往日时光。看你看那风景忧伤，唯有你消失在那扇窗。爱若梦。多少光。